我觉得传奇英雄，拜访应该讲过。这蛮帅的。鲁滨逊的部分，主线一下吧。那个前置条件就对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哎。那我们就去，我们就一直玩下去啊。该怎么办？不过我觉得大家可能宇宙不同的地方，我就是说，我会跟你看一下游戏里面的日期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还有，基本上我会扫荡一下，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增强手游，一直增强实力的手游。这样说吧，就是提升战力给你们看了。然后再看大家觉得怎么样。都忘记要训练了。我们就这样每天这样一直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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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弄。像是我们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的纷争那一款。那怎么看线上的感觉？基本上就是聊天室的，好不好？2/23